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在前天晚间迎来高峰，有无数颗闪亮的光点以惊人速度划过天际，还伴随着明亮的火流星点亮台东夜空，因此也被称为是2024年天文盛事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。在这几天是否集大旗，壮观景象全都透过饭店的镜头拍了下来，让大家看了相当惊艳。